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1月25号的早上9:40。5公斤哇哦！因为我是最小的，然后最小就是要让人家有那种福气，胖胖感，是这样子哈、哦。养成系男团就是这样养成，是养胖系吗？我刚刚戴戒指的时候，突然觉得怎么好像剑拔都很轻松，肩拔就有一点困难。但我觉得应该是手指水肿，不是。他水肿了，现在才9点多，他还在肿。下午的时候他已经就消了。真的，现在真的不见了。好夸张啊！然后有个人都不说话，我还好吧。可是我们两个应该还是团里面最新的人，主要还是看人呢、啊。他就是体重瘦，脸胖啊。我发誓，我那个我在家里量，我用量的62.9，但是我是裸体啦。那你要不要现在量量看？我现在不想。去，我们先不要拍好不好？先让我看一下。体重的结果是。没啦，他静默5秒6。哇，这个表情 ！Oh my god！ 嗯，对不对？我讲，我真的觉得，我们看一下。哎，等会。哎，对，那你呢？你嘞？不分。但年龄看不出来哎。啊、好像还有人就是刮刮乐、哎，本来一开始赚了5000块，就被家人劝阻，但是还是继续自信不改，怎样？就刮到5000块被亏了，这就是告诉我们有时候不要赌性坚强，但是我们闭口不谈。过年拜年一定会被拉去唱歌加跳舞，他我大概教了4个小时的舞蹈，然后寻找危险，他妈至少跳这个，对，不是这个动作我教了半个多小时，然后你妈超认真，然后宝宝就，他宝宝就，对，我也教了超久了，跳得好有讲究，对对对对对，拉到变变超可，嗓子有开吗？过年有唱歌，唱了6小时，可以啦可以啦，那就再来一个，漂亮，那歌词没有忘记吧？我刚才复习都有回，OK， 你今天在节目上复习，错一个我真的打一下，国际阵容还要复习。有觉得谁变远吗？来来来来，哎，有人变瘦，林育成变瘦，变瘦吗？因为今天化妆师帮他打的阴影比较重啊。这表示我们5个人有一个人胖了5公斤，是谁？我看起来像是谁？我完蛋，你们从头到尾没有指自己的那一个。3, 2, 1，我真的像夏天，你可以让我冷却，只需要一点点。3月11号，我们在 New Taipei， 对，在那边唱，对，是我们首场演唱，对，我们会准备很多不同的表演，而是大家一定要来现场才看得到，对，我们准备感受我们，不管是惊喜还是惊吓也好，
再分享你给广大的好朋友们。没错，没错，现在 KK 订上面都订得到喽。等一下，请问杰米表现棒吗？每次他看到我们的表演结束之后，他就传一大行给我，然后就开始检讨我，检讨我脚是错了。他也看过，我妈说要多笑一点呢、啊。那你妈检讨你什么？我妈是会示范，你妈会唱给你听哦。对，他说你这里应该这样比较好听，然后要再唱一次。那我们正式就换阿姨上来。我妈愿意哦。哇！哇Run with me 的时候，我是旋转，一转完之后，我的左脚已经在线外了，我是右脚才回来的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其实我可以帮大家讲话。好，你讲。啊，对，我不要帮你讲话。什么？帮我自己讲话。对，今天真的舞台限制真的蛮多的，因为这一天跳不好就真的就下去了。不是，有人戒指掉地上。因为那个戒指呢是我们的团戒。对。那个甜不辣说出来了，他甩出去那一刻，哇塞，打到天花板，然后掉下来，天花板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那我看到下面粉丝笑出来，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了。啊，在创造了伟嘉，恭喜伟嘉！我们是新公司第一次是在大老板面前跳舞，真的，对，就是努力做到最好，已经从那个练习生到现在都在比。真的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就觉得你们状态不只是团体的成绩单，这也是个人的成绩单。好，来状况，来状况。那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？那他给我抱对呀、啊。